这个五行机关盒啊做好了，它现在没有上锁，它上锁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摇一摇它就锁住了，就打不开了。根据传说呢，它的密码是金木水火土，然后呢我来试一下，金木水火土开，还真的打开了，看来这个密码是对的。再次锁住，还是摇一摇它就又锁住了。看到这儿呢，大家不禁要问它是啥原理呢，然后呢我在下一个视频给大家解密它的原理。